买的外套超级无敌蓬耶，买是因为要去迪士尼，因为我觉得很美，因为我觉得我快点走，这边有 copyright 的松，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可是很蓬很大件。我们今天要去迪士尼，然后是我们最后第三天在 Paris， 这是我里面的内搭，然后过的时候这件就是我那个粉红色那个外套，超蓬，很喜欢。Yeah， 现在我们准备去吃 breakfast， 我们来这间早餐，因为我们来看过它的 menu， 它 menu 不错，有我们想要吃的 croissant， 还有 omelette。Let's go, baby。方便到里面。在里面呢。里面啊。Yep。这是我的 menu。早安，宝宝。早安，我的宝贝。今天我觉得我一直看我松下巴，我今天要比较 careful， 那我整个 vlog 就是松下巴。就你脸永远都这么瘦啊？因为什么？我把最好全部留给你。是我脸太肥了。谁测的？我们的法式早餐，我跟你讲，来法国一定要吃这个真的超好吃，果冻嘛，果冻超好吃，这是那个的贝格子嘛，可是我觉得还好，就是好吃了，只是有点硬。哎呀，今天有点下雨耶，天哪！我选今天来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还没有那个 Christmas 的那个主题，就今天 launching 的第一天。然后过 after that 我们就已经 pack 完 schedule 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今天来。嗨，我们 Christmas 的主题。终于来到 Paris 的 Disneyland 了，这是只有第二个，还有只有一个，然后就完了。Disneyland 又 check in 完了。我们先要去有几个特定的那个 attraction， 是因为我们看那个 online 他们有那种 suggest the route， 然后我们要去排，然后有些要去拿 fast pass，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拍照。这是第一站要来做，然后我们拿 fast pass， 因为要等45分钟，谢谢阿姨。然后就是我们的时间。OK， let's go， 我们先要去 Peter Pan。我们的午餐，非常贵的午餐，是很多人呢，对，每一个地方都超多。然后刚才买了一个，只是我头发已经完全完蛋了，完了，因为下雨的关系，我一直淋。看到 Cinderella， Oh my God， 应该是他去卡斯里面。哇，来到这个秘密花园的地方，我竟然看到什么？Cinderella 的轿车 ，Oh my God， 超美啊！哇，很近距离看呢，它的灯有时候开有时候关的，开灯的时候很美，超美啊！里面是他们用餐的地方，就我看到很多 princess 走来走去。今天是晚上啊，看到吗？它是闪闪发亮，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Christmas 它才会这样闪。里面也很美耶，超美啊！它的很美，我觉得应该是 Christmas 的关系。
request 呗 ，maybe。嗨，我们现在地铁站。嗨，我是李。我们今天呢要去那个 Paris Opera 很美的地方。我们这几天都一直下雨，我觉得头发不到两下子就在玩了。车来啦。Yes.我们现在在 Opera 里面，这是我的 outfit of the day。 那我们现在在等着我们的 tour， 我们是 Isabella， 那他住址那边有 ABC 了，我们要在这里等十一点的 tour。 我们现在带上整个，等一下就会听到导游讲什么。 Hi. OK。超级无敌美啊，很壮观。A dangerous city, and surrounded by a big defensive wall. So instead, beautiful decoration. For example.这是一个秘密通道，我们进去只有托才可以进，然后他们有人在表演。So what a beautiful place, huh? But it would be seen by everybody, and that was more important. Try to imagine that.The light was on. This is only the 19th century for the occupation of the curious for the tourist to come. But now, see. Muses and goddess. The ceiling of Amsterdam.哦，我们现在一个公园，靠近这个罗浮宫的这边的，它秋天的落叶超美啊！只是说因为下雨啊，看到吗？很多那种落叶台已经掉在地上，不然真的是超美啊！一卷一卷纸张，超级无敌美啊！其实它还有整片的那个花园。谢谢，超美，超美啊！天哪！在这里静静的欣赏鸭子和美景，真是世上一件好事。对了，这边拍照，那我们改嫁这两个人骑一个，超级爽啊！超级美啊！我们是来啊后面拍，因为前面太多人了。可以看到桥，塞纳河畔，塞纳河畔最爱的咖啡。Where's my coffee? Baby， 你很恐怖哎。Where's my coffee? 我们现在来到，这是我们最近在 Paris， 然后等下我们就会去伦敦。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景点 ，Up the road， 但是很，你看旁边很多 construction 呢，进来好像很多那些。维修工作，我觉得这个很难拍耶。你看，全部车那边又有搭单，另外一边也是有搭单，搞什么事情很难拍耶。我们现在去
Eiffel Tower 的草地那边 picnic， 然后我们买很多，这是面包早餐，那个是甜点。然后 Eiffel Tower 其实它的风景就在我的前面，很漂亮啊！你来这里是不是一直想要拍 Eiffel Tower？ 因为它真的太美了。哇，我觉得 Eiffel Tower 那里看都美了嘞，所以要找 picnic 的地方。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本来 picnic 的地方了，只是他们全部已经围栏杆了，很伤心耶，很伤心耶，因为我看到照片全部很多人都来这里 picnic。Having breakfast, croissant， 还有这个什么 apple 包什么，这是我们要接 postcard， 还有这个 eclair 的那个早餐。Hi baby, thanks for taking the picture. Good morning, with the view. 哎，我们现在躺在这个什么呢？平顶椅子，来我们舒服一下，第一次这样仰望天空，其实天空真的很美。看给你们看一眼天空。喂，嘿嘿，这是做脚步运动啊。对，其实天空真的很美耶，就你就这样静静这样看，这样看。最近看到巴黎铁塔。嗯，这也是巴黎铁塔的 view， 好漂亮啊！好漂亮哦！哇，你在选什么？晚安。